这哪是次阳史莱姆呀，这明明是资本家模拟器呀。最近不是史莱姆牧场2上架 Steam 了吗？玩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款治愈的种田游戏，上手后才发现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就比如主角手上拿的看似是把枪械，实则是强力吸尘器，右键吸入，左键释放。游戏的目标就是要尽量多的绑架史莱姆，将其圈养在由神秘结界组成的透明笼子里，按照史莱姆的类型进行投喂。比如粉红史莱姆最不挑食，你可以喂它蔬菜、水果，甚至是鸡，但必须是成年鸡，普通小鸡是不会下嘴的，还算是有点良心。而兔兔史莱姆只吃蔬菜，要想让它们好好活着，还是乖乖去户外寻找胡萝卜吧。进食后的史莱姆会生成结晶，将生成的结晶卖掉换钱，你就能修建更多的笼子来饲养史莱姆。而分开饲养的真实原因也只是不同种类的史莱姆互吃结晶会变异，例如这只就是粉红史莱姆吃了兔兔结晶，大到无法装入吸尘器，造成不可逆的财产损失。看到这里就已经有种把史莱姆当奴隶的错觉了。换来的钱不仅能扩建新地盘，也能用来给笼子升级，比如扩大高度防止史莱姆跳出，修建自动投喂机，保证玩家在外出期间也有足够的食物供应。如果史莱姆的数量太多，收集结晶又太麻烦怎么办？你还可以修建自动收集结晶机，更高效的饲养史莱姆，资本家的良性循环了。属于是玩家甚至能用赚来的钱给自己打造喷气背包、高速跑鞋等装备，方便玩家探索地图，收集更多种类的史莱姆回家饲养。用野外活蹦乱跳的史莱姆和家中堪比集中营的牢笼中的史莱姆相比，才知道自由是多么的可贵啊。